看一下一之二习题的第六题，题目跟我们说，若不等式 3x 减 a 的绝对值要小于等于 b 的解为负的三分之四，小于等于 s， 小于等于二，然后叫我们求的是实数 a 的值会是多少，还有 b 的值会是多少。首先先跟同学说，这种题型的话是很容易出现在大家的段考考题里面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种题型弄清楚哦。那究竟要怎么做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第一个题目跟我们说的是 3x 减 a 的绝对值要小于等于 b， 那我们知道的是绝对值出来的值一定会是大于等于0，所以这一题的 b 一定也会是大于等于0的数字。那第二个的话，题目跟我们说 3x 减 a 的绝对值会小于等于 b， 那这句话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解读去掉绝对值的符号的话，我可以知道 3x 减 a 会是什么，小于等于 b， 但是它会什么，大于等于负 b。好，接下来的话，因为我的目标是要求到是跟题目有关联，那题目中间是什么 x， 那我目前是 3x 减 a， 所以首先我就大家共同加 a， 所以我可以得到的是负 b 加 a 会小于等于 3x， 小于等于 b 加 a， 然后接下来我的目标是 x， 所以我就大家共同除以 3， 所以下一步的话是三分之负 b 加 a 小于等于 x， 小于等于三分之 b 加 a。好，然后我红色这个部分的话是怎么来的？是不是从 3x 减 a 的绝对值小于等于 b 求出来？所以红色的话会是这个不等式 3x 减 a 小于等于 b 的解。那题目跟我说解是负的三分之四小于等于 s 小于等于2，所以我就拿这两组去做比较，一组是题目给的，一组是我最后算出来的。那这两个做比较的话，我可以知道是什么，三分之负 b 加 a 会等于的是负的三分之四，那三分之 b 加 a 会等于2，所以我把我刚才得到的写下来。那写下来之后，我是不是两组我去求联立的话，我就可以求出的是 a 会等于1，那 b 会等于5，这样我就可以轻松的解决这一题哦。那大家一定要务必把这一题搞懂哦。